橘轩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来，我现在就来 OB 吉祥的 game， 来来，这今天这一场来主播赛评，来主播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蓝猫，大家好，我是赛评 Mazik， 我们今天来玩那个吉祥的游戏，来看吉祥的游戏，来看吉祥游戏，来吉祥选的是这个马尔扎哈中路，我们看马尔扎哈中路在哪边？马尔扎哈中路，哦，刚死掉啊，刚死掉啊，真的是没救了。这边吉祥其实不断的是有拉自己的视野差距，这蓝猫你觉得会不会这一次的比赛就派他玩这只就好？我觉得他应该要选择玩一些更容易浓的，不然他一直怪江狗，这只 Win 很难打。这只角色已经够容易浓了，还有更好浓的吗？我现在在思考说还有没有更好啊？摩甘娜，摩甘娜，哎，听起来不错，至少不会被贝斯丢到。这只比较安全。等下选摩，没有，他刚哦，他选摩甘娜以后，我们辅助就没角色了。我们辅助是谁？我们辅助是主任，主任只有一只，最废耶。两只，只有两只，最废耶。所以他不能选摩甘娜，哇，还不能选摩甘娜。对，其实这就是，所以难怪吉祥现在一直在练这个角色，因为他没有其他选择。其实他也是用心良苦，用心良苦了。现在这个李信的位置有点危险，直接被范给收掉。哇，他而且他非常冷静，他知道龙拿完了以后就要推中路，他也没有要帮队友的意思，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这不愧是中路，非常冷静，在推兵线这一块就给真的是不愧是天母野兽，你看连队友打起来他都不急不徐。先不要观战了，好不好？问吧，你压力很大吗？你们先别观战了，好不好？压力很大。不会啦，这边都有20块，不要看我。你们现在那么凯，你现在那么凯瑞。哦，这边奈德利传了一个 TP， 吉祥没有 TP， 吉祥有 TP， 可是他不传。吉祥的位置在上面。哇，这边四个人，伙伴很凶很凶。哦，这边 TP 有一个没有必要位置。吉祥这边 TP 过来以后，位置非常的惨，非常的惨。这边要如何支援他的队友？我的友啊，队友已经四连在夸爪，是否能跟他拉喷了？哎，好好好，哇，一个伟大的领导者，这个就是为团队付出的男人。不是，不然叫他们两个追路，不然就有伤到。哇，这个他们到我的目标了，为人队友付出的男人呢、欸，认真的男人的背影最帅了。他们如果刚刚往右边走，他们会掉。我TP这边是正确。哇，默默的付出，默默的付出。好，结束了。结束了，我没看到你死啊！看他死为止。哦，奈德利的位置非常危险。我想看你死掉，我想看你死掉。哦，吉祥的位置有点危险。没有啊，其实他超安全的、啊。我还在那边想说有危险，我死了。没有什么死啊！吉祥的魔力没了，吉祥的魔力没了。他刚是说的是这一刻。好、哦，李信在上面。哦，我让我猜。输完龙以后，然后他以为没事 ，recall， 然后被他打死，真的被打死。我觉得有一部分，好像这边，我必来的，我必来的，有个杯子，我必的，吉祥，吉祥，啊 ，OK， 而且你大还在，你走不好啊，我没有魔法打开，你们这样还能赢的？好，他们赢了，这个操作非常心理有等等，伊泽瑞的位置有点危险，吉祥这时候包了过来，吉祥这边有可能可以直接上，哇，下面直接顶死他，瞪死那个伊泽瑞，哇，不愧是秋吉简啊，这个玩得不错，